大家好，我是九龙弟子班二期的袁春生。在接下来的几节课呢，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看一个人的财富格局，也就是这个人身价多少，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。通过十二位亿万富翁的八字，然后我分析、归纳、总结出来一些条件。今天分享的呢是亚马逊的老板杰夫·贝佐斯的命理。这亚马逊相当于中国的淘宝，啊，做电商的，这个属于物流行业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就这个人，我是从外网上查到他的这个出生日期的，1964年1月12号11点33分。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日期的，因为网上关于他的四柱排盘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为什么相信呢？因为在美国啊，他没有动力，也没有必要去修改这个时间，因为他们都在医院里面出生的。像我们在国内的话，特别是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很多人要把自己的年龄改大。为了逃避这个计划生育政策，现在在我们中国哈，00后，几乎身份证的日期都是准确的，因为呢，他需要出生证明啊，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出生证，这个是不可能作假的。好，排盘的结果如下。他这个八字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土生金，然后下面做一个墙根，然后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中间隔得太多了。前面三柱呢形成一个循环。这个八字有几个特色，第一，是伤官生财。第二是乙庚合，把财合到自己身上就来了。第三就是日元有根有生。第四呢，天干地支不见刑克，因为身强呢，它是伤官生财，所以是伤官生财格。伤官生财格条件就是日元身强，然后伤官为喜用，财为喜用，以伤生财财。卸掉这个伤官中的恶神之气。好，我们开始看第一个，看身强身弱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得令得地不得势，身偏强。在这次课中呢，我就是先这个乙，我先不让他生成这个辛，因为有的老师说你在本命盘中，他这合化不是真的合化。通过大运流年来触发才算是真的合化。第二步看喜用忌凶，日元偏强，喜用神为食伤财财官杀，忌神为印小比劫，看阴阳平衡，四阴四阳，五行齐全，这个八字还是非常非常平衡的。通过八字看性格，给外人的感觉就是上进心比较强，务实踏实，口才好，会过日子，同时呢他会放松自己。内在的性格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比肩比较固执，刚愎自用，不通人情。正面性格就是意志坚强，重情重义，独立自主，力争上游。没有七三呢，说明性格不暴躁。没有偏财，说明他比较专心，就是不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事情。第五，通过八字看家庭成员的关系，身强不喜印消和比劫，所以他与母亲和太太的关系不太好。没有偏财，偏财为父亲嘛，也能从侧面说出他父子缘薄，正财为喜用，正财为继父，所以他与继父的关系很好。继报的话，2019年他和他太太离婚，说明他和太太关系不好。六，通过八字看自己的健康，没有七杀，然后在日子上有一个偏印，
但力量也比较小，就代表肺与大肠或者胯部在这晚年会有经络不通的现象。这个人呢，金水两旺，两个金，两个水，还有两个木，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八字。另外呢，水为食伤，为喜用，大家知道哈，食伤为喜用，食伤有性欲的意思，说明什么？性欲强啊，比较好色，所以他中晚年呢，他这个泌尿系统肯定会出问题的。目前来看哈，他泄顶，泄顶代表什么？代表他那个血液，因为发为血之余，血液出了问题，养不起这个头发，全部变成油了。凡是泄顶的人，他这个头油是比较多的，因为这个油转化不成这头发。第七，通过八字看家人的健康，根据男命宫暗藏的食神来判断，年支为正财，说明他母亲的肝胆或者颈椎容易出问题。第一个孩子呢，他这个泌尿系统和腿也容易出问题。第八，通过八字看的血液，身强，印不为喜用。所以前两部大运中，印如果能得到克制、克泄化的话，学历也不会错。我们看一下我们前两部大运。财克印，因为这个印受到了一个克制和消耗。然后第二部大运，伤官，土克水，它这个印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消耗。我们看一下这几个，这十二个字中啊，只有这个午火是生土的，但中间隔得比较远，所以它力量很小。其他的十一个全部是克泄耗的，所以它这个印克泄耗的非常非常厉害。所以呢，它符合下面这个看学历中的第二条，就是印为忌神，因为它本来这个印在这个月令它的力量还是蛮大的，但是它大运流年中被克制的很厉害。他变得衰弱了，所以呢，也主他这个成绩比较好。他18岁考入这个普林斯顿大学，这个是世界上排名12位的大学，所以他这个考的相当不错的，相当于中国的清华、北大。同时呢，他时尚旺，又是他的喜用，说明他能把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，有创造力，所以他这个学业还是不错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能考入大学，已经非常不错。第九，通过八字看婚姻感情，因为夫妻宫是忌凶，夫妻星正财是喜用，所以得不到太太家的帮助，但是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2019年，两个人离婚，他离婚之前肯定是婚姻感情出了问题。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太太。2018年己未年，天干乙庚合金，地支有隐化，但是这个大运流年没有触发，我暂时不把这个乙变成辛。然后地支卯戌合化火，丑未合化宝和土，丑未戌三刑，丑未冲，未戌相破，这一年力量小的力量突然加强，消神夺食，你上下都是小，多了他的食，他那个食为生财之源，能应出什么呢？他离婚的话，就是他太太分走他一些股份，或者分了不少钱。我们如果按照别的老子说的，就是本命局这种的合化不算合化，大运流年的合化才是真的合化。按这个思路来算的话，我们看戌和每一柱中的这个地支发生什么关系啊？戌走到午，
五虚犯三合火为吉凶，火为官杀。这个虚读的申，申戌拱右，右为劫财为异性，拱出来劫财说明要为异性花钱。然后走到丑，丑为戌三刑，有官司和牢狱之灾。走到卯，卯戌合化火或土，此处呢，因为它周围的土比较多，因为合化为土，土为印，也是忌凶。然后走到大运这个未，未戌相破，就是人物相形破损，那主为人有城府。然后这柱呢，就是枭的力量增强，枭神夺食，所以他这一年过得相当郁闷，办的事儿太多了。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什么时候离婚这个标准的话，肯定得不出来，就是夫妻宫得与地狱50分啊，夫妻宫逢流年刑冲破害，或大运流年男命见到比劫，女命见到食伤啊，应不出来离婚这件事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大运啊。三刑引四申，但是大运没有引。我们看大运，大运没有引，有四，四要找到引。大运有四，但是流年又找不到引，所以没有引四申，三刑那只有冲了。冲的话，大运没有引，然后流年的话，每12年有个引。每12年冲一次，我看最近的一年哪里？己未年，2022年还没有到，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哈，只能看分析一下这个命盘中，这一年就是引申戌拱右拱出来一个异性，我们看前一年。2017年，丁酉年，2017年夫妻宫申酉半三会，金的力量突然增强，三会出来的是金，金的话又是它的比劫，申强呢又从理论上说不是形容，那实际上。是他的形容，为什么？这个我们讲到那个下一条拆开的时候再说。然后2019年我们看一下，2019年己亥年，己亥年夫妻宫是申亥相穿，在传统这个命理中啊，对这个穿看的不是太重视，看的不是很重，但是在盲派中，他这个穿亥啊，看的是相当重要。还有综合这三点啊，我们就分析。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哈，就从2017年开始，他就有这个苗头，就是他肯定在外面有相好的，因为会出来一个异性嘛。然后2018年他就开始就是感情夫妻感情不好，为异性花很多钱。啊，2019年夫妻宫受到伤害，就离婚。他真正离婚也就是2019年7月份。2019年7月，2019年离婚，所以他这3年啊，对夫妻宫来说来都是不算太好。好，第10，我们看一下，通过八字看适合从事的行业。从五行上来看啊，日元为金，申强，喜欢科学号的一个行业。他所创办的亚马逊，它属于物流配送，这个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行业，跟水那个属性很像，五行属水。金生水，属于科学号的行业，所以，他从事的行业与自己的八字相匹配。第11，通过八字看如何发财。发财的三个条件是身强、食伤旺、财财旺。他这一个是伤官生财格，命书上讲伤官生财，富贵自天盘。伤官生财比食神生财来得快，但是这个格局呢？他怕官杀，因为这个财生官杀，你官杀旺的话，这个财全部就被官杀卸掉了，就存不住。在本命盘中，他这个四柱啊，
都有食伤，所以这官杀能受到克制。另外呢，这个官杀上面啊，是食神，盖头水克火，所以它的官杀为我所用，说明他从事的行业呢，政府支持或者是许可，他不是偏门，政府支持，所以他这个时间持续的也能长久。他不会赚1年2年的财，然后就不行了。他是能够持续的赚钱。伤官生财是以自己的技能创意取胜。伤官中，以长干中的癸，身中的刃为根，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、财气。从门户正财脱干，终身的精力呢也专注于在主业上，并且这个乙庚合金，他把这个乙的财全部合到自己身上来。九龙道长在课堂上讲过贪和妄冲，就是那三只狗的故事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贪生妄克，也就是他这个有生的，他就不去克制。另外的吧，因为这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省力气。我们看一下金木水火土哈，金来了身强，从理论上说身强，你再来金的话，它是忌凶比劫嘛。但是它这好就好在前三柱它形成循环，金来了之后力量增强。他直接去生水去了，他不去克木，因为这样最节省他的力气。啊，水来了，他就会生木，木来了，财就是财，更好。所以他最怕火，五行之中他就怕火，火为官杀嘛，就是火的力量一强，那他就受到了克制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大运流年啊。火，丁巳，丁巳，戊午年，从这儿才开始走火运，从65岁开始走火，还有官杀，所以他前面几乎都是好运，所以这个他这个运气好就好在大运配合的好，那本身他这个命局也好。财帛用得力，日元不受伤，也有根有库。丑是他这个比劫库，有旺与月令，大运配合，所以好就好在这里。所谓富豪，肯定就是钱多，对不对？持续的来钱，这个钱财在命局中体现呢，一是要有财星，二是要有财局，更重要的是这个财局，因为你有财星的话，这个钱的这个格局是很小的，就相当于。有工资啊，财不会多的，形成财局才是真正的有钱。这个财局既可能在本命局中就有，也有可能在后面的大运流年中产生。日元为金，以木为财星，对应的财局又是寅卯辰。三会，东方木，另外一个是亥卯未，三合木，食伤也可以生财。他遇到亥子丑或者申子辰食伤局的话，他也可以提升财运。我们看一下他什么时候成为世界首富的啊？2018年首次登首富之位。我们看一下2018年，刚才分析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分析过了，2018年，消沉多时啊，这今年发生的事儿很多啊，有一个丑未戌三刑，这一年三刑丑未戌三刑，是它里面长干打架，忌土旺，
土旺的话，土生金，金不克木，它直接去生水去了，因为它有生的话，它又不克了。金生水，水再生木，最后还是落到财上。所以这个丑未戌，一个是旺他的财，同时呢又主官司和劳逸之灾，因为他和他妻子离婚了嘛，可能会有官司。我们看一下别的财局，别的财局还有寅卯辰和亥卯未，我们看有没有寅卯辰，大运没有寅，找卯。这样一个卯。大运里面找个辰，没有大运里面没寅的话，就找个辰，流年找个寅，寅卯辰，82岁，这也太晚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亥卯未，亥癸亥，亥卯未，79年15岁，这天时有了，但是人不合啊，15岁学生，哎，合不出来，也不主生财。我们看下未，己未，那再找个辰年，甲辰，2024年，2024年，亥卯未，找亥年，亥卯未，2024年2019年，他是2018年登的首富，2019年。好像是连续几年是首富吧？我印象他连续4年是世界首富，所以这能解释得通，对吧？解释得通，亥卯未形成了一个财局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食伤局，亥子丑，亥子丑。亥子，再找一个子，20岁，20岁，84年，大学没毕业，人不和，也不行。这个找子年，那个子，亥子丑。看一下申子辰，申有了，找个辰，找个子，子这里，辰在这里，这个太小，不用，辰我们选这个辰，那下面有没有子？没有子。那看着他这个，这又是2019年那个，亥卯未组成了一个财局，所以他在2019年财富达到了这个顶值。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，他的八字好就好在它形成了一个。循环，这像一个吸星大法似的，你来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吸走，除了不喜欢黄外，别的都喜欢。所以没办法，他这个八字就这么妙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通过八字哦，已经24分钟了，我尽量把时间控制在20分钟，然后文件大小在50兆左右，否则的话就是时间太长，也不好。官司和劳逸之灾，根据老师讲的，你就直接查就行了。申年为元辰年，他就自作申，所以他带元辰，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这住的时候，他容易就是有官司，他的官司应该很多的，应该是比较多的。另外日柱，见幼年。为灾害年，这一年份有这么几个，纳音为金，没有天克地旺。然后看申子杰，申子杰的话，你看他没有天克地冲，丑未戌三刑，2018年已经讲了，丑未戌三刑
形出来的是鸡头旺，牛头旺财，另外一个就是有官司。天干呢没有出现三煞相会的情况，所以大运流年和本命局也组不成寅巳申三刑。哎，这个奇怪就奇怪，妙的奇妙就奇妙在这里，那八字真有太多的巧合了。2046年农历7月，2046，再加一个丙，七月份，丙申月，组成一个三煞相会，这个时候要注意点。火克金，生命有点危险。我们看，通过八字看贵人，根据这个格局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年干为癸，日干为庚，贵人为马、虎、蛇、兔四个。五五之行排除马，啊，夫妻宫阴冲夫妻宫排除虎，卯申暗合夫妻宫，这容易有婚外恋什么之类的也排除的。他这个八字就唯一不好的就是暗合的太多了，所以他这个桃花新闻应该持续的不断。所以贵人意为蛇。啊，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可以与我联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